大家好，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，我哋继续嚟玩翻游戏王。今日咧出咗个新嘅包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风属性。咁啊，但系风属性呢个包咧，基本上我唔系好建议大家抽，因为咧、感觉上唔系几良好嘅啫，即系佢可以配合嘅卡好少。咁佢主打咧就系风啦、除外啦同埋连锁嘅。咁啊，除非你有玩开暗除外嘅 deck， 又或者玩开孔雀帽嘅 deck 啦，或者玩开风属性嘅 deck 啦，如果唔系，基本上呢个卡包咧系冇咩特别出彩嘅嘢值得抽嘅，我自己个人系认为。咁但系都讲一讲有咩 UR 同埋有咩 SR 啦。咁咧 UR 首先就系呢张大气圈嘅神鸟，咁嘅召唤效果咧就系场上有两只墓地有一只，将佢哋除外，即系我哋叫嘅 out game 啦，咁咧就可以召到呢一只出嚟。咁佢嘅效果系一个立制魔嘅效果，就系、是、将对面嗰一只吸过嚟嘅。咁但系佢亦都冇立制魔咁方便啦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要两只加墓地就简单啦，场上有两只都唔系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嘅，相比起立制魔嚟讲，而且佢嘅防御力亦防御效果啊，唔系防御力，防御效果系低啲，因为立制魔死嘅时候咧可以拎嗰只俾你吸嗰只怪挡啦，而佢系唔得嘅，如果你俾人打死嘅话就真系死噶啦。咁所以咧就爭少少，但系咧、如果冇立制魔嘅朋友咧，好似我咁咧，都可以啊攞翻張嚟爽下嘅，即系大家鬥級啦，系咪先可以？咁另外一張咧就係呢張龍捲荒野龍捲怪啊！咁咧個效果就更加難出，因為咧佢係要你墓地裏邊有兩隻風屬性加一隻地屬性啦。而家你廿張卡嚟講，你要有風同埋有地咧。除非你系好针对啦，如果唔系咧，就好难可以召唤到出嚟。咁佢效果就系要每个回合可以用一次，就系掉一张牌就爆一张魔法卡或者陷阱卡。咁又要掉牌，又要限抽，又要下，好难先召唤到。咁所以呢两张咧，其实都唔算系咩大奖。咁跟住咧，呢张咧就系熟练的赤魔导师啦。咁啊，超多效果嘅一张卡，亦都我觉得呢一副 deck 里唔系呢一个卡包里边嘅大奖，应该算系呢一张啦。咁有呢個魔法指示物三張啦，即係魔法指示物就係、是、魔道獸啲 friend 啦，即係總之就係你要出魔法，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個 con 咁咧，抽夠三個 con 咧，你就可以喺手牌墓地或者牆上邊拉一隻惡魔族嘅怪物出嚟，好搞笑啊！魔法師配惡魔族，但係廿張卡，咁同埋咧可以喺自己墓地嗰度咧 out game 咧就加一個魔法嘅計數品嘅，咁啊呢樣嘢配魔道獸都可以玩下，即係。你隨時拉出去又可以加多一個 con 都唔錯嘅一個選擇，所以呢張咧我覺得係大獎啊！如果抽到就好啦，咁但係應該唔會好重貨去抽呢樣。咁跟住咧就係原本戰士，咁呢張嘢都幾通用，而且都幾勁嘅一張卡嚟嘅，四星啊惡魔族，咁啊一個回合一次就可以將自己嘅墓地嘅陷阱卡掉咗佢，咁咧就會加500攻，直到對方回合終結嚇、啊，即係好緊要啊！呢樣嘢對方回合咧，即係話你可以有2200嘅怪可以擋到嗰個回合之餘。即系人哋系打你唔到啊！基本上，除非系上级召唤或者其他嘢，如果唔系就好安全噶啦。即系以攻对攻嘅情况之下，即系比而家一开始好多嗰啲，即系自己回合终结就完咧，咁系硬净好多。如果你有好多陷阱卡或者其他嘢咧，呢张卡系唔错，亦都本身个素质亦都唔差嘅呢张卡。好，跟住咧就系呢张人面鸟咁啊，神鹰女郎嘅啊，叫神鹰女郎啱。神鹰女郎嘅专属卡啦，如果你系谂住玩神鹰 deck 嘅话咧，你基本上你就要有两三张啦，迟啲会有替代品，但系而家暂时冇啦，咁所以就自己识随转变啊，真系想玩神鹰咧就要大量好大量，咁跟住就系星爵炸弹啊，我读字有啲差，请大家见谅。咁呢一张嘢咧，迟啲会有一张更加强嘅嘢替代噶啦，我先至声明咗先，咁所以呢张嘢基本上系冇乜用。咁就係人哋打嘅時候，你冚牌，即係嗰隻黃泉之艇嘅慢慢死版本啦。咁啊，唔勁咯，唔係咩特別嘢咯，好渣咯，嚴格嚟講呢張嘢，所以冇咩用。咁啊，惡魔召喚白卡啊，最強惡魔族啊，暫時應該係咁啊，六星啊，非常之好嘅一隻祭品拉出嚟，暫時係最高攻噶啦，一隻祭品拉出嚟就可以掉到，咁咪一隻。白卡嚟讲有用咯，而家嚟讲有用咯，但系好难配合嘅一张卡嚟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虽然佢系早期嘅一啲叫咩主角嘅卡啦，但系要配合嘅嘢唔多，咁所以 OK 嘅，但系呢张同埋嗰张
赤魔導師已經是大獎㗎啦，嚴格嚟講，大家見到咁多獎，咁跟住咧就係惡魔龍啦，就係、是、紅眼黑龍加惡魔召喚合體，咁但係冇乜用。咁啊，穿擊啊，上一次咧已經出過一個，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啊？上一個卡包已經出過一個，人哋有防嘅時候加落去，你攻擊力高咧就會直接打穿防嘅。咁呢一隻咧就再加400攻添。好似好勁咁樣，其實都唔錯嘅，我自己覺得。咁呢張卡有一個弊端啊，亦都係一個好處，就係、是、你俾人整爆嘅時候咧，你個被裝備嗰只怪咧都會 out game 嘅。咁你可以用喺人哋手上，跟住你爆呢張卡咧，你都可以 out 人哋只怪嘅 game。咁所以睇你點用啦，攻守兼備嘅一張卡嚟嘅，同埋加400攻喺而家嚟講都幾有用，加穿防啊，所以呢張都 OK 嘅。咁跟住咧就係呢個提升能量啊，掉一張卡就加千攻咁啊。如果冇鏡壁或者冇一啲力量啊或者其他嘢咧，呢一張卡係一張唔錯嘅卡嚟嘅，我只可以咁講。但如果有力量或者有鏡壁咧，呢張卡個作用就不是太大。好啦，我講咗咁多廢話咧，我哋就抽翻廿包啦。簡簡單單啦，因為真係唔係好建議抽，不過啱啱咁講啦，有兩張咧係幾想要咁啊，睇下有冇咁啊，其他嗰啲基本上都好難砌咯，我自己覺得好。音速鴨咧就好似大家都話一張配封地形可以變千九攻三星嘅嘢啦，咁啊自己睇下會玩風熟啦，咁但係都係麻麻地。好啦，冇咩特別嘢啊，見到呢張哥布林。偵察隊咧，我覺得遲啲應該會有哥布林突擊隊嘅出現啊！我好期待嗰張咁嘅卡嘅，因為一張四星二千三，哇，好大嘅粒子波喎、啊！嚟啦嚇，有眼 ，OK， 眼出現啦，係咩卡呢？哦，好啊，啱啱講完又抽中啦，第一包非常之好啊！咁啊，慳翻唔少功勞，又嚟未了喎、啊！嚇、啊，係女女抽係咪好啲呢？咩嚟嘅？哦，呢张冇用，冇用，冇用。好啦，继续快去啦，除非有啲咩特别嘅卡啦。旧时嗰张神鸟咧，我都几中意用嘅，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冇咩用。云吸收系啦，呢一张咧，可以玩自闭 deck 嘅一张好有趣嘅卡嚟。我自己旧时好中意玩，咁但系暂时未有咩除外嘅 deck 系可以自闭到噶，咁所以咧我哋拭目以待。但系呢张嘢我都觉得有趣。好啊，冇咩特别嘢。砌都系嗰啲除外有排都未玩得咯，但我觉得除外真系，除非你好重货啊，即系我一啲唔货嗰啲咧，其实砌唔砌到一副完整嘅 deck 咧都成问题。喂，一开波就有啦，好，唉，冇眼啊，系假嘢啊，即系呢啲，好继续。咁但系咧，我其实都唔系，其实我都系建议抽火或者抽水，我自己比较建议新手系抽第三同埋第四包，即系嗰包恶魔龙同埋，哇！又嚟啦，准备恶魔龙同埋火个包，好咩嚟嘅咧？又系怪嚟嘅，哎，点解两张 UR 齐晒？可以俾赤魔导师我，但系嗰两张最有用嗰两张齐咗啦，仲想点？心色啦，而家你冇用啊！嗱，嗰两张嘢真系，唉，睇嚟都系，系啦，同埋。喂，又嚟哇！充满希望，我系咁三只绿子球，但系一切都系假象嚟。我咪应该抽多包嘅，我想抽嗰两张都冇。其实我想抽魔导士，咁魔导士我觉得都有啲用啊，博多包啦。其实可以抽到40嘅，即系我哋睇下抽一半会抽到啲咩。喂，啊一嚟又系假嘢，成日都有啲假嘅希望俾我，三只绿子波嗰啲咧，跟住呢啲极快过好。啱啱嗰张独角兽引导好似会引导到啲几有用嘅嘢出嚟，但系要五星嘅兽族或者鸟族啦，咁但系难搞嘅五星。好啦，睇下先，暴走的魔力啊！而家打紧游戏，我成日都见到，好麻烦啊！唔知大家有冇拆呢个新嘅游戏啊？但系咧，暂时好似未有咩好嘅拆分方法系拆到啊！我自己咧都系符符碌喂啊！啱啱我揿咗两下，极快咁样。唔好俾啲咁嘅嘢，我唔想砌神鹰啊，大佬！唉，好惨，我想要嗰啲咧，俾啲实际啲我得唔得？好啦，最后啦，唉，唔抽话冇用都抽咗40包，算啦，系咁噶啦，有时啲嘢。喂，真系整翻一张魔法师，或者系恶魔召唤都得噶啦，要求都唔系好高，
系咪先？你俾晒两张 UR 我都啱用先啦，咁啊，好惨啊呢件事。好好好，冇用。我 feel 到啦，恶魔召唤仲要系闪卡添。Yes， 好啊，虽然冇咩用，但系喺呢个情况下啊，都要 keep 翻张，仲要系闪灵灵。是不是一定是閃的呢，定是不閃的呢？我而家開始有啲疑惑，因為我見到啲白卡都有閃的效果喎，其實。因為閃卡加分呢，我嚟刷分好有用。即係係主要係呢個原因，其實要閃都係。啊冇啦，冇啦冇啦冇啦，魔法卡啫。冇啦，咪呀，咦，點解佢抽幾多仲有，但係好似冇咁。冇啦冇啦。OK， 我哋要抽嘅赤魔導師是抽不到的，兩張 UR 是抽到，平均來說都普普通通啦，即是有五張，有五張勁嘢，有另外那五張抽不到這樣，最有用的兩張抽不到，最有用的三張抽了一張。那好啦，那麼多位喜歡的人給 like 給 comment 我啦，我們下一集回來繼續其他多新的東西，還有呢我會拍這個那個叫任務那些的，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就可以看一看，不過應該很多人都認識的啦，很簡單的，我想這些東西。好，咁多位，拜拜。